Hello。你好。你好。哎。啊。这是制茶厂吧？应该是。制作茶叶，制作茶叶的。啊，参观啊，厂啊。是中文导游，一点点。一点点。我来参观南京的需要的可以代购了。嗯，味道不错啊。澳门晒茶，晒茶两个亿，一个牙，啊两个亿一个牙，三个亿一个牙，啊红茶、绿茶、白茶，一样的茶加工不一样，啊每天都晒茶，一万公斤茶叶，一年七季都有晒茶的 ，OK， 所以都晒茶完了，你不别这个是风干。风干12个小时，风扇风干，比如2000公斤茶叶，一个风干1000公斤茶叶，2000公斤变1000公斤，所以一半，所以这个是第一步，风干看看第二步，明白了吗？明白了，可以拍照，啊，可以拍照。茶叶好新鲜啊！对，这是茶叶。这个是斯里兰卡晒茶的工厂，现在是第一步，再继续分摊2000公斤茶叶，12小时分摊以后，只能上1000公斤了。对。来，都在分摊茶了，都在做茶呢，现在。味道不错，非常清新，味道非常清新，非常不错。嗯，哎，他们看见我这个，都非常稀奇，感觉没见过，应该是。走了这么些国家，好像我们这个大疆的产品非常受欢迎。嗯，味道太好了。嗯，特别香，是吧？啊，我就想喝。哇。看一看，这是茶叶厂的制作。So， 一个风干，这里研磨，研磨20分钟，你不250公斤茶叶，然后呢，这里切个切碎，一个切个，这里分开筛选茶叶跟茶粉，一个分开，这里发酵。发酵3个小时，一个发酵绿色的变棕色的，绿色变棕色，然后呢烘干，绿茶不发酵，红茶发酵，白茶压件不发酵，不研磨不烘干，日晒晒干，是红茶有发酵，绿茶不发酵，白茶晒干。明白了吗？明白了。可以拍照，香，很香，很香。特别香。对。啊，这边上，刚刚走进这个制茶间啊，就感觉这种味道特别浓烈，这种味道特别香。看一下。这个茶叶我感觉特别好啊，但是就这个工艺啊，如果要是在我们国内的话啊，那就太浪费了，感觉。刚才那个茶叶是研磨打碎，然后再进行发酵。红茶发酵，绿茶不发酵。好了，我们看一下。
好香啊，这里。是一个发酵，这里烘干，烘干20分钟，125度，然后呢，棕色的变黑色的，棕色变黑色。是这里工厂也有红茶茶叶、红茶茶粉都有，这个全部都是高山茶，海拔2000米。明白了吗？明白了，海拔2000米的高山茶啊。嗯，这是成品了，应该包装了，这是出成品了，应该。一个烘干，这里经典价格；一个经典，这里分开，茶叶跟茶粉，味道不一样，口味不一样。茶粉的话，味道浓一点。茶叶的话，味道淡一点。这茶粉可以泡奶茶的，茶叶可以不加牛奶，汤都喝的，泡的。所以一个分开完了，我们的茶泡着，大泡。所以泡着完了，我们的茶拍卖的。拍卖。对，拍卖有不同的功效的茶，不同的功效有不同的品质，别的品牌，例子。他们别的品牌，他们没有茶厂，他们没有茶工厂，他们买拍卖，所以他们买不同的工厂的、不同的品质的茶，好的、不好的、高山茶、低山茶都有拍卖，所以他们买好的、不好的 ，OK， 放在一起的，放在一起的，然后泡着。所以他们的茶是贴牌的茶，贴牌 ，OK。是他们的风格的茶，然后包装，包装有他们的品牌，没有工厂的品牌。然后他们的茶出口的，然后他们的茶有超市的，是超市没有工厂的茶，超市有贴牌的，对。所以他们的茶是风格的茶粉。不好一点，工厂的茶不可以买外面，工厂的品牌没有外面，所以工厂的茶可以买工厂，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看看杨迪，有高山茶、山茶，什么都有呗。对。他家就整个一片都是他家茶厂。对，这一片全是他们家茶园，你看，全是茶吗？都是我们的茶园，也有1200亩。1200亩。所以这里刚刚下面晒茶的美女，刚刚晒。啊，在晒上的吗？对。晒上的啊，对。晒茶的美女。晒茶的美女。对。你们笑很好看。你们的笑很好看。你好。啊微笑特别甜，啊！我说他们的笑非常甜呢，他们的笑，微笑果度，嗯，是啊，谢谢。看一下啊。OK。这个是茶，这个是茶叶，味道更淡的，发酵1个小时，半发酵的红茶。所以这个是全发酵，这个是 BOBF。Broken orange pickle fans. Broken is a 茶粉 Orange 颜色 Pickle 红茶 Fanning 这个是茶粉比较浓一点所以这个可以泡奶茶的加牛奶加糖这个是 BOP Broken orange pickle 比较中干的茶粉所以这个是也小的味道浓一点这个是也大的味道淡一点这两个都是茶叶比较淡的不加牛奶不加糖这个是绿茶不发酵这个是银茶跟金茶这两个都是南亚间的茶也有两种金叶银叶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味道不同的茶树
做金茶味道浓红色的茶树，银茶味道淡绿色的茶树，所以两个可以泡四次，一勺可以泡四次，四泡。斯里兰卡的比较最好的茶是金茶，第二个是银茶 ，OK？ 所以工厂的茶的包装外面有茶的标志。茶的柿子，这个没有茶铺好，这个有茶好，所以工厂的茶有标志的，其他的品牌他们没有标志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工厂？没有啊，所以工厂的茶是铺黄格的，新的茶品质好一点，外面的黄格的铺好的那种茶，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记住这个小狮子，这不是蓝卡标吗？这边和那边的茶好像不一样，一样的包装不一样啊，就是包装。这样的包装不是 beautiful 吗？这样的包装是一般般吗？这个装不好跟怂人的包装啊，这都是的包装，你们可以试的，是。明白了。就这几种茶，但是包装不一样的，啊、对，送人送礼啊，好看一些，嗯、是吧？是这样，对，对，这绿茶。这边绿茶好不好喝？尝一下呗。嗯。